幸福登场，掌声欢迎！啊，首先进场的是呢，我们南方的大家长，也就是我们新郎启胜的哥哥，还有我们的妈妈，一同呢联袂出席我们的幸福礼堂当中，接受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对你的祝福哦。相信呢，我们哥哥跟妈妈现在的心中呢，一定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骄傲。尤其啊，看到这么多亲朋好友百忙之中一同莅临，相信爸爸妈妈的心中一定是刻上了“幸福”的两个字哦。此次的行动就是象征爱情永恒的婚礼殿堂中呢，首先先为我们启胜跟美君开启一条最幸福的一条路哦。紧接着重头戏终于到来了，我邀请所有的亲友们一定要响起我们最大热烈的掌声以及最幸福的尖叫声，让我们欢迎的是今天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新郎陈景胜先生，请进场，掌声加尖叫声！哇，每天都要在动身进新郎的身旁呢，也就是我们美丽的丈母娘。相信呢，我们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同时啊，站在我们景胜的身旁，更能感受到他坚定无比的肩膀，将来呢，一定会好好照顾、爱护我最宝贵的女儿哦。此刻呢，相信我们景胜现在的心里一定非常非常的紧张，可是也很开心哦。因为啊，现在站在我们后方的呢，是你今生今世你最爱的女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新娘美君。所以呢，这时候景胜，我想要请你用你的真心诚意把她呼唤出来。此刻呢，我想请问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知道我们景胜真的准备好很久了。那现在呢，我正想向我们景胜深情的目光再次望向幸福大门口，掌声欢迎最美丽的新娘刘美君小姐以及最疼爱她的爸爸，一同踏上幸福礼堂。掌声响起，我们爸爸正牵着我们的美君一步一步的走进来了。爸爸轻轻引着美君踏上人生中下一段幸福的旅程，相信我们爸爸还有妈妈幸福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要邀请所有的亲友们一定要响起我们最大热情的掌声以及尖叫声，让我们欢迎新郎陈景胜先生以及新娘刘美君小姐一同踏上幸福的星光大道，掌声响起。两个人紧紧紧上，一起结了，一起踏上最幸福最幸福的婚姻之路，同时两个人不由他们源源不绝的爱细心经营，终于在今天2018年的10月28日，两个人有两家结为一家，一起经营未来崭新美妙新的生活。在场的每位亲朋好友呢，都是我们景胜美君以及我们双方主婚人人生旅途中每位重要的分子。再一次呢，同时都可以邀请所有的亲友们再一次响起我们今天中午最大祝福的掌声，为这场幸福的飨宴揭开最灿烂序幕，掌声有请。今天呢，真的是有点近，我们现场的亲朋好友，希望呢
学，认识了工作职场中的好同事、好长官、好贵人。今天呢，所有的亲朋好友们一起齐聚在这一堂，一起来分享他们最大的喜悦、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幸福。所以呢，想要透过呢，好精心的准备的喜气的小礼物，希望呢大家当中呢，好踏上他们的幸福舞台，接受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对你的喝彩哦。所以呢，在我们谨慎的每句步上舞台上的这一刻开始呢，他们就不是两个人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呢是两家结为一大家亲的大好日子哦。所以呢，在此当然也要邀请我们坐在主桌上幸福满满、劳苦功高的双方的主婚人呢，一样踏上舞台上来，跟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哦！掌声欢迎双方主婚人。是我们双方的爸爸妈妈呢，从小到大呢，对我们谨慎跟美军的照顾，还有他们今天最大的成全，来成就了我们谨慎跟美军，让他们能够如此幸福的呈现在所有的亲朋好友面前，接受大家的祝福哦。所以呢，对我们谨慎跟美军而言呢，其实呢，真的最需要、最需要感谢的呢，就是呢。现在在他的身旁，一路陪伴、相挺、教养、照顾的我们的爸爸以及妈妈。所以我也想要在这个特别的机会呢，在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这一天呢，他们心中呢有满满的感谢，想要诉说给我们的爸爸妈妈知道哦。所以呢，当然我们谨慎跟美军分别呢，有写下代表他们千金买卖、千金买卖的卡片，好，里面有一些呢好内容呢，想要透过今天这么重要的机会呢，分别跟我们爸爸妈妈说。我们首先呢，先从我们谨慎好了，好不好？那谨慎，请先面向我们的妈妈，好久没有呢，好这样子看妈妈了，对不对？来，那当然呢。谨慎的特别准备的孝心，好，但也要请我们妈妈满心的感受哦。我不是也没事，我等来就开这个呀，我多好啊啦！多好的哦，给钱给开，给钱好，不啦，给钱给有钱开，那没有钱的，辛苦他把三个小孩长大，从我懂事以来都干在你心里。也从你们身上学习处事的谦卑和善良的心，我们的爱温情我也记在心，往后的日子也会好好照顾孝顺你，希望你心中的重担渐渐放下，去享受人生以及往后该说的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天天好心情，永远爱你哦！我讲你哟，哈哈哈哈哈！妈妈，还有呢，我们一直放在心里面的爸爸，对于我们谨慎的照顾，谨慎从小到大都放在心中，透过这张卡片，将我心意满满也交给我们妈妈喽。来，我将我们。精心准备的卡片，写好久好久的卡片，交给我们妈妈了。哇，妈妈，你放心哦，我们谨慎，今天呢一定会跟我们美军呢携手呢好共创，他们呢将来永远幸福的家庭，一定呢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哦。接下来靠我们美军了。女儿的孝心，女儿今天的出嫁，对我们爸爸妈妈来说，其实真的都是好舍不得，好舍不得。可是啊，我们的美军也觅得良缘，找到了我们谨慎这么好的老公。所以呢，好，我们美军想要透过这一张卡片，让你们放心，也借由呢待会说出的几句话，向你们说声谢谢。那也请谨慎传达我们的麦克风。
哦，你讲一下 ，OK OK。感谢就是大家来参加这个婚礼，就是亲朋好友，然后还有一些同学，然后以及最挺我的好兄弟伴娘，还有国中同学，还有以及就是在工作中的好同事，谢谢。谢谢那么多一路陪伴相聘的家人、同学、同事，来看我的爸爸妈妈，不要啦哈，要小心哦哈。来，有没有？有没有拿到？哎，真的拿，真的抽到会，要跟人家负责任的嘞，你确定？拿。你要也有啊，对不？啊，你够嘞。幸福的花椰菜哦，等一下我数一二三的时候，你们就要分别大喊加油，并且做出这个胜利的手势，好啊，手都要拿出来，一只手拉，一只手这样子加油，让我摄影师可以拍照哦，好，他会作证哦，等一下没有加油的人也要做鼓励比身。20万半，他今天来参加他的婚礼，非常开心。然后看到这么多人，然后宝宝应该也很欣慰，对吧？我们胜哥是第一名，对吧？谢谢谢谢，幸福快乐。你少说一句最重要的，妈妈熊爱平安。早生。所有的亲朋好友